K-pop 以及充满无限魅力和全球吸引力而让人无限向往。且目前在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追梦人，他们凭借令人印象深刻的才华、视觉效果和极具吸引力的舞台表现力，不仅在韩国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。这些偶像无缝地跨越了语言和文化障碍，吸引了数百万人的心，证明音乐确实是无国界的。近日，韩国网友票选出了近期最受欢迎的三位外国韩流女偶像，分别是 TWICE 的 Sana、NewJeans 的 Hanny 和 LESERAFIM 的 Kuzua。 1996年出生于日本大阪的 Sana， 2015年在 TWICE 出道，在韩国一直流传着 No Sana No Life。 Sana 用性感又可爱的魅力俘获了所有韩国人的心。 TOP 新秀 NewJeans 的 Hanny 在韩国娱乐圈内罕见的越南偶像 Hanny， 在一出道便迅速收获了韩国网友的喜爱，被称为全能型 ACE。不仅唱跳功力俱佳，还拥有优质的创作实力，更通晓三种语言，如此魅力的韩妮谁能不爱呢？ LESERAFIM 的中村一叶因初恋颜和舞蹈实力而成为组合黑马，一出道便以清新健康的形象深入粉丝心中，再加上完美的身材以及让人佩服的身材管理，更收获不少人气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